分设定。哎，一楼，哦，主桌，高级。嗯，来去捡 SP 票。还是你有想当那个捕师啊，秀秀？捕师？可是当捕师就真的很无聊、哦。是。像我那时候也是拿大锤当捕师，就是你蓄力已经到三，可以冲上去的时候，看到队友一残血，你就要马上从那个暗空买剑。滚一圈啊！好讨厌哦！你就知道队友多讨厌吧？对啊，你就知道，如果我拿大锤帮你补的话，你有多讨厌呢？嘿嘿嘿！哎，这个超重复好帅哦！可是你信不信我？如果改拿大锤补你的话，伤害一定比你高很多。为什么？我会打，你不会打、啊。我也。不会，你也怎样？你不会，不会。你刚刚伤害也只是高一点点而已。你是说上一场？刚刚那一场啊。哎、欸，秀秀。哟。我贴给你那个衣装，你可以自己撕下的、啊。你好。因为我那我笛子又不是伤害笛，我也可以拿伤害笛啊，就是完全没有补血功，那个没有放辅助补血功能的。就我想学超重棍，超重棍不用学，为什么？他在看我贴的那个。你是想要重炮流还是？就是站远远的双双打攻击，那根本就不用学，好不好？假的，你只要会点左键跟右键就好了。哎，吃个香蕉。左键攻击，右键叫虫虫回来，就这样而已。你要学什么？吸虫蜜吗？吸虫蜜一样是吸虫蜜，就一样是打魔物，打到之后用右键回来，打到用右键回来，吸好之后就是左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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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学什么？学怎么闪招啊？滚啊，翻滚就好啦。准心开着虚无的跑，容易过来按空白键，就这样子。很难吗？为什么要斩屁嘞、欸！你大锤也都翻不过去，那边很难。美国其实就翻滚就差不多，又没有又不是超重物，对啊。有你只是找借口。是。你要从臭臭花进化成什么？那个叫什么？植物大战僵尸那个喇叭牙。哦。喇叭牙很废耶、欸。哎、欸，喇叭牙很强哎、欸。豌豆射手，对，豌豆射手，你是不是没被打过啊？他看起来就怎样？你可以当满等的喇叭牙，喇叭牙，奶头发牙，奶头发牙，奶头发牙，七零，我拿锤子被提麒麟轰爆了，所以我就拿超重棍去打麒麟。奶头发呀！他在前面啊，右边，左边啊，有点累。左边，那边左边有条路，看到没有？直走。明天还要去活动，休息啊。好吧，那我就休息。嗯，拜拜。晚安。奶头发呀！等一下就看到他了。哎，我刚刚麦快。挂钓鱼挂一下子，又回去看我的村民，生了一大堆小屁孩，吓死我了。没有用的还是有用。他的机制是怎样？只要吃两个妈妈吃饱之后就是狂生呢，是这样子哦、喔，很夸张呢。开打了，不用扒了啦。因为一上去他就生气了，笑他。哎、欸，看画面，我要看画面，要看画面的，不要看，他直接在秦明屁股后面空转，装盲一截。
这个招是敲不到，那你可以准备。你真拿一个人打、哦？我觉得你被电一下就死了、欸。真的假的？真的啊，大概吧，高几率。要看他是不是放大招，像刚刚前面劈的这个就是剩下四分之一血，像这样子你就死了，你死定了，你死定了。还好、欸、还好哎、欸，哎呀死了，没有，因为乱讲话。没有，你看那个雷电，它有一条线在那边的，没看到吗？地上会有白痴，你是想吃还是不吃啊？放、啊、嘴巴准备咬下去，在那边翻滚。你看你的血回满吗？回满了。不行，我好想荧幕分享给你们看他的操作。哥，你又看，哎呦，哎、欸，这可以分享吗？可以啊。可是 OBS 抓不到啊。我可以用荧幕截取啊。显示器截取啊，这个也截取不到，我有截取过。哎呦喂 啊！如果截取到就可以看了，对不对？可是通常都截取不到啊。我说我截取到的话就可以，对不对？那我截取了。好，截取。是没差啦，但是我怕他们会走晕而已。为什么开台？你很好笑啊。我哪里好笑？他画面超喜欢，为什么？啊，他就喜欢这样子玩啊。你一定没看过他打那个风飘龙，那时候还拿双刀拿打风飘龙，在看什么？好可怕！啊，拿锤子都晃成这样，完了！啊，对他那个会劈很快哦，拜拜，这都是劈很快的。看线，看地板的线，不要那么装莽啊！我没有装莽。看线你们看到没有？哎、欸，你为什么明明满血还要再去打、啊？你白痴哦、喔！糟糕，满血了吗？你刚刚满血，你还跑去打那个蜜虫，你是低能哦、喔！我记得你刚才也不是吃了，要不再会了啊！不要！哇，你怎么会这么硬啊？你看是不是？你已经被风茄这个惯坏了，风茄这个毒品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你的肺里面了。其实你也想看、欸，风茄真的很好吃哎、欸！我的妈、啊！你也想看啊？反正就是，他打麒麟一下，麒麟打他四五下这样子，然后我是怕他耳光赏到一半，然后就被麒麟电下来。My top fire， 反正就是我进去，然后让他打两门血量。什么？不要！我劝你是先补血，我怕你等一下会直接去世哦、喔。哎、欸，你这是直接去世的血量哦、喔。真的假的？好，你干嘛啦？你刚刚被电都电这个血量了。我觉得你要再会了吗？不要！哎、欸，你疯！哎、欸，好、欸，看线，看到没有？这条线有没有？哦，你看这满足感，你刚刚已经吃了六个风血，还剩九个、欸，好棒啊！我的妈呀！你不要跳，白痴哦、喔！那你不要捶他，他妈你白痴哦、喔！你看你这血量，刚刚是不是死了？还有这个快吃啊，快吃也很帮助他。我就叫他配跟我也差不多的装啊，他就珠子太少啊，配不出来啊。哎、欸，你不要跑！下一区。欸、你如果打过的话，以后我叫你教我捶。如何？你说我一个人吗？对啊，才不要！教我怎么玩锤子，因为那时候玩还玩到死掉。你在干嘛？可是我觉得你也打有点久。我觉得啊，他飞了啊！谢谢大家。死了！不要 ！I see you。那招就跟大招一样痛，他的大招一样痛。不是啊，我有帮你配体力哦，难怪你没有死。啊，这时候你还敢上杀生啊？对啊。为什么？他现在刚刚就劈来劈去，你还敢上去？太会啦！没事啊。哦。你刚刚的猫真的是，你要感谢他哎、欸。我的猫都没在做事，你的猫都有在做事。你妈不知道救了你几次哎、欸！我的妈，好厉害啊！天哪、啊，好猛！
别人家的猫。香香。啊！为什么你还没晕啊？没有，他刚晕过了，被打飞了一样。哦。他刚好被他的猫打，然后敲醒了。我就看。所以，这才是第一下而已。究竟是十一点我可以准时关台，还是十一点以前可以打完嘞？没有，今天应该也到十一点，我好累哦，快睡着了。哇，再会啦！不会，这不会死。哦，哦，交叉、哦。明天白天应该一样的麦快啦，不然没游戏玩了。晚上巧克力那个干嘛？等一下哦，巧克力的矮人矿坑。有有，终于晕倒了是吧？哦、啊啊，他终于晕倒了。卡头，翻滚了。卡头，他睡了。冲他，冲他，冲他！等一下，看一下位置，先看位置。Shift 先收起来。收起来。或者装一个地方啊，就是拼拼看了、啊。你就喜欢在中间打嘛，不去墙壁打、啊。拍一下，只能拍一下了。啊，这、欸、不能拍了、喔啊。他生气哦，白痴哦、喔。再来哦、喔，不然你要被电了。不要。现在没事哎、欸。热影哦、喔，热影哦、喔，热影哦、喔，热影哦、喔。找不到他的热影。有了，找到了。他要生气。鬼爸大姑，鬼爸大姑。你的那个干嘛？没有，没事。被电成死障。等一下，你干嘛、啊？不要靠这么近，我会怕。你为什么要边找东西边翻滚啊？大家跟你讲，不要靠那么近，你身上有味道。因为我觉得滚起来比较好像比較有没有，那完全没有这种事情，谢谢。好像不会被打到一样。那只是会害你的耐力没有而已、啊，然后打逃掉，然后跑不掉。哇，这么刚好、啊，完全没有听到。哦，有了。你不要怕。你给我先补完血，吃完打消。不用打消。啊！哦，你说那个带电状态啊？对。嗯。你教我玩锤子秀秀，你是怎么滚上去的？教我。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上去？对，还是那个谢生良，如果有开魔屋的话，看要不要你要不要进来？也不对、啊。要闯开了，再会。不要。你的猫救你了啦，然后起来再踹一次。回身。然后撞你一下，再踹一次。哎、欸，没事没事。究竟是他先死，还是你的风姐先吃光？是风姐先吃光，没关系，我还有回复药。哦。是不要先吃稳，还是他是把你干死？感谢什么声音？是星星吗？哎、欸，大雨一天前，哎、欸，怎么又跳出来？刚是什么声音？有人做了什么事情？快跟我说！啊，刚听到怪怪的声音。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萧院不能关台 ，QQ 很快回来，没事，我快关台了。嗯、快关台了，跑、哦！因为我突然想到，说我不一定有空陪你打。对了，抓哪里啊？欸、你知道快死啦！再会了，撞，给他死，撞！耶！耶！全世界都兴奋起来啦！
傻眼！我好兴奋啊！吃那个啊！你回去再你回去再把那个东西都补一补，懂吗？你又有十个风茄了。哦，对耶，我感觉你的饭又可以再吃了啦。差不多了。对啊，你吃个那个，你去吃蔬菜定时，那个属性防御大。可是它不是三颗星星的话，也要吃吗？没有，你主要是属性防御，你不需要猫的什么鬼东西。你有看到那个状态效果，中间的绿色字，那个一定会吃得到。哦，餐点技能才是不一定。看，我都有跟你讲过，你都没听。我是不是有讲过？好，你忘记没印象。我比较好奇，其实只会吃几次。这个可以吃几次？你还剩两次，三次而已。次，你应该两次就回家了，还剩一次吧？对啊，两次就接回家了。对啊，你还能死一次，死再死一次，你死两次的话你就回家了。回他干嘛？如果可以到我乐意啊，如果有空的话，快快快快快，先勾他，先勾他，先勾他，对对对对对，直接打直接打，对对对对对，惨，翻滚！啊！叫屁啊！掉惨啊！看来又要回家了一次了，不然就是你也可以开那个开那個，你猫在追你，知道吗？开救难，我进去帮你打，这样也可以。哇，居然滚掉了！风茄呢？你一定是打了药或吃了针才能滚得掉。什么东西滚什么？啊！刚才那天闪电啊，刚才应该是闪不掉的那一种，结果刚刚被抓到那。碎啦！碎啦！中他！中他！麒麟，我买你。你打十五分钟了，劈死他！我觉得这边不够亮，够亮的话他看不到那个电，一定很好玩。欸，太猛了吧！哇，刚刚我麒麟是打很久才会算那个电落下来的。嗯，你干嘛跟他一起滚啊？你在干嘛？不是，他干嘛跟我掉同一边啦？那才要问你欸。对啊，那我们到底想怎样？有了，快吹他的头！你想想看，如果你拿双刀，你要怎么打这只？滚呢？看你怎么没滚！完了！我看你那边拿着锤子想要拿起来。啊，这时候就不要抓了吧。没有，你不懂。当你玩太刀，这时候不该大气刃回旋，你硬要大气刃回旋，被尾巴甩到一样。我觉得你这个鞋刃很危险。哦，这么刚好、啊。抓他，抓他，抓他，抓他！啊！哦，你的猫又帮你补了。他的猫又帮你补了。滚！你到底？不是跟你讲过，你后面如果没要干嘛就滚走就对啦、啊，滚！有啊，滚或扛错按着，选一个。扛错按着。没有，你刚那个软完之后，把锤子往下打了之后，要么是滚，要么是扛错按着，那可以继续蓄力。再见啦！哇，他先跑哎、欸，磨刀了。天啊等一下我的大笑没事鬼爆炸哭我刚刚看了好几次都是他蓄力然后远离麒麟啊比双剑好了啦开
风切先抽那么多好吗？等下要找风切了。你要想啊，他是世界根本不会玩的人，玩到来到了冰原。哎呦，我觉得你先找你的风切好了。对对对，我在找风切，我在风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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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快一点啊！我没有看错那一装是隐身吗？是啊，他就是一直没换啊，还跟我讲说有动衣转身衣，也没存啊，是不是要虚？你要晕了哦，你要晕了哦，再不吃打消，你要晕了哦。这是最爱滚的猎人耶我无法想象他没有那个。没有什么好滚的，用跑就要就狂滚，你看。晕了，再会啦！你的猫也太好了吧！再会了，醉啦！没有，差一点点，还抵有了，有了，有了，可恶！哇，先吃打消，可以哇，这样不是先吃风茄？我刚先吃风茄了。你干脆就是滚掉了，所以就好了。你吃到一半，你滚掉了。改天换最最荧幕分享，我们来追他。换谁？换你分享画面，看你打龙来追你。来来来，快，接下来看，冲啊！为什么要用全雷打？你告诉我一下。被制裁了。等一下，这个不是这个。你不会配中能打到现在，我觉得很神奇。你又滚掉了，你刚没吃到哦。我玩到现在自己不会配装，我都是看网路上的啊。我唯一会配装就只有三件蒙牛装这样子而已。为了他的吃菇，最爱菇类。是不是找到风茄？为什么要站着吃？讲过几次了？我安哦。嗯。而且你在吃东西不要翻滚。讲过了，不要滚哦！你刚好几次都被你滚掉了，他就喜欢这样啊！又跑掉了，你看翻滚猎人，名不实传啊，名不虚传。哎、欸，你会打到时间到啊？有可能。他有几分钟？你有看到他血量多少吗？是。还有几趴？一三。还有几趴？还有42。你看他，你现在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哦，20分钟啊，对啊，总共50分钟哦。你在哪？再会啦！你还敢抓啊？天哪、啊！红眼就不要乱上去了。不是，他一直会红眼，小先生。啊、你不懂，不要在那边讲好不好？可是他硬要上去。你的麦不要离嘴巴那么近，你一直狂爆气，很恐怖哎、欸。啊好，你是不是麦克风贴嘴巴、啊？来来来。哎、欸。空灰很好，再灰。没有，是因为也不能把你声音调小声，因为声音是狂爆。再灰了，拜拜。还有一次，连饭都没得吃了。快，可以在公台里看到你死掉吗？补充的，你要先去哪里补充你的东西啊？补充你的道具啊！你不是看那边了、啊？你怎么看那边了、啊？那边会有你的东西吗？我以为你说他给我的。你好像又可以再吃一次饭哦。哎、欸，好假的，可以。你刚刚吃属性大、啊，应该有了。有吗？有啊，你不是说蔬菜吗？有啊，他有比较不痛，你知道吗？对啊，那要加那个啊，还不够啊！你没有了，该吃的吃一吃吧。爬出去，结果发现说啊，先吃完再出去啦，不要这么早死啊！没差啦，还很远，边走边吃吧。我
怕他再把我找完，他们吃完的时候都还在找东西。白痴哦，这是什么？哦，翻滚啊！找出你的风邪，还以为你下一个就滚到地洞那个、欸、麻痹陷阱方向。哎、欸，我这有一次要吃菇，然后就按到麻痹陷阱。你就自己喜欢放那么近啊？晕了，快敲翻滚！啊、好，来快快敲他！哎、欸，白痴！我也，哇，你真是死有余辜哎、欸！厉害。菜，一股菜味。不可以嘴秀秀，秀秀是只有我能嘴的，对吧？秀秀，再会啦！啊，不要不要，感觉不会耶、欸。哦，有哎、欸，好爽哦、喔！再会了吗？没有。你怎么左右走？你还给我前后走？我看不到。你明明就看得到，我都看到，你看不到。哇，你猫这是最佳的人。反正你面对魔物，你就左右躲而已，你有什么好前后躲的啊？可是他那个景致左右也没有办法啊。景致有个顺序先，好不好？对，他会先那个动作，才会景致。来，要去了吗？翻滚猎人！天哪，你吃了鬼爆炸菇，可是你耐力还是好低哦，恐怖、哦！你看你待多久了？哎呦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就走过去而已。他会走来我这吗？会啊。Maybe。啊，你不是说你会跳跳锤？你是不是骗我？啊！不要跳，不要跳！对，哇！前面有被电到哦，差点被踢到。我觉得他打到都快消气了。他打到脚都快长出来，跟你讲。叮，再会了。怎么走、啊？哇，耶、yeah, ！快十一点了，快可以睡。哦。哎、欸，我的那个药，水喝。不要滚着喝啦，低能呢、欸。你看。你舌头只沾到一滴而已，就被你滚掉了。所以说他已经习惯风茄了。不是，他那时候风茄是准备吃下去的，你再喝一滴，哇，不行！看你真的是含进去又滚出来了。训练我的 EQ 哎、欸，以后多看你玩好了，我就 EQ 会变好。才不会嘞！整个气到已经那种四大皆空，不气啊！你再会了，腿有会晕吗？不会，不要再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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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制裁呢？可惜，直接杀猫回家。好啦，那这边先开到这边啦，明天中午之后吧。我玩到什么东西了？哦，明天中午之后再看看状况，因为我应该也是睡到七点或八点起来，然后剪片，然后就如果中午出片的话，就是中午影片结束，如果有的剪出来了再按首播嘛，然后首播完之后再开台。啊、如果没有首播就看状况。那先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
快睡着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啦。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大家晚安。